迎接儿童节，嘉义市志行国小伫咧28号举办爱心家长市场活动，前后总动员总共有33个班级826位学生做伙参加。伫咧每一个班级进前，拢摆出摊位来贩售各式各样的饼、糖啊、各有红啊。短短90分钟过程当中，总共预备将近70000块的商品。伫活动预备的所得，将转数捐予社福单位。该市志行国小为庆祝儿童节，28号下晡特别举办爱心跳蚤市场义卖活动，前后826位学生，总共33个班级做伙动员。学生在班级前放桌啊，并放上要义卖商品，并大声叫卖，请人客前来。今天学校跳蚤市场很开心，可以义卖又可以帮助别人。志行国小校长郑婉玉表示，今年儿童节主题在帮助他人，因此特别举办爱心跳蚤市场的活动，让学生借活动收益的经验，关乎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社福单位，借此培养孩童爱心，更会使让因学习感恩、尊重和关怀，将婴儿温情和爱心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学校的跳蚤市场是一年一度我们庆祝儿童节的活动之一。那主要呢，就是小朋友能够透过这个义卖的活动，把家里比较平常没有在运用的东西呢，能够拿来义卖。那所得呢，让小朋友可以捐助给4个慈善机构，让他们也能够有儿童帮助儿童，也能够用行动来爱世界这样的观念。志行国小今年儿童节的庆祝活动，以温情满怀、志行传爱为主题，借由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，让囡仔甲家长作为检视厝中物品的重要性。如果厝内无需要物品，让囡仔带到学校，成为市场的义卖品，再将义卖所得捐予社福单位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亲爱的乡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我们可以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，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